怎么回事啊？不是酒店司机给咱们送货吗？你怎么亲自去了呀？没事，总用他们司机给送货呀，多不好意思啊。前几次人家是看在司徒的面子上，司徒的面子不就是你的面子吗？就是啊，双重面子还不够啊？又闹是吧？韩姐啊，这活啊是急活，3天就交货，你安排好。行行行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哎，大妈怎么没跟来呀？我妈昨天晚上病了，刚回家。呀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那这在家谁看着呢？现在呀，你赶紧回去吧。没关系，我请了小时工了吗？啊，怪不得呢。行啊行啊，我跟你说，小时工要处好了，比亲人还亲，靠得住。不是韩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是亲的，靠不住。哎呀呀，我哪能是那个意思？你看你想哪儿去了你呀？你靠得住靠不住？这么些年谁看不到啊？哎呀，你都在那摆着呢，你看你。行了行了，你看你这张嘴。韩姐啊，功夫真不赖呀，这马屁拍的，既让领导听着舒服，又不肉麻。我这是拍马屁吗？我说的不对吗？我说的。我这个人吧，特别现实。你要是每个月给我开个3000-4000的，又上五险一金。我也拍你。麦老板来了。韩姐。哎。那个丁丁啥时候回来的？那刚来呀，在里头呢。行。昨天晚上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没接啊？昨天晚上啊，我妈病了，着急往医院送，手机就忘带了。我说呢，奶奶好点了没有？好多了，现在已经回家了。回家了？那你不在家待着，你上什么班啊你？你忘了，你不是帮我请了小时工吗？啊？怎么样？我找那个小时工，哎呀，还可以吧？挺好。对了，我还想找你呢。你说，就是这孩子的事儿。哎，你干嘛领那两个孩子去拍电影啊？拍的心都野了，现在不想考大学了，只想拍电影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你说我这不是好心办坏事吗？我本想是带他们去开个眼界，我没想到会是这样。司徒，哎，其实
这两个孩子想要什么你就给什么，什么都满足他们，这种心情我理解。不过就这件事儿吧，我真得说说你。你说这孩子毕竟是孩子，他不像大人有定力，是吧？所以以后吧，你跟孩子相处要有选择。我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，这俩孩子需要什么，应该给他们什么。哎呀，好吗？得嘞，以后呢，我会注意的。谢谢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哦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啊，你哦哦哦，哦，在买带鱼哦，买那个带鱼啊。姐姐，你又来买带鱼啊？嗯，啊，嗯，要多少？都有。都有啊，不不，都有。老太太，咱们就先买一条，好吧？咱回去做，好，吃完以后咱再那个啊。好，来先买一条。这条啊，好，这条。对呀。听话，听话，听话，听话。哎，大兄弟啊，我看你眼神啊。啊，我们家师傅。哦，我是他们家的小时工才来的。哦，小时工啊。哦，你是替节子来伺候老太太。对对对对对，好。我们家师傅，我给称号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家师傅。哦，都在这儿买带鱼哈啊！哦，我这回家吃啊。好，我给你炸带鱼，哎，咱把它炸熟了。好的好的。朋友 ，Hello， 我要芒果了。别抢了，这个好吃，这个留给你了。啊，思叔啊，哎，你今天是带我们玩呢，还是带我们耍呀？我今天呢，不带你们玩，也不带你们耍，跟你们谈点正事儿。什么正事儿啊？对啊，什么正事儿啊？看你这样不会吓人的，司徒叔叔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像个牧师。我有吗？有。就这样啊，我想问问你们俩，关于在学习呀、啊，还有考试这方面，需不需要我帮什么忙？啊，那我们俩要是提了，你能帮我们解决吗？只要你们想得到的，没有做不到。吹牛。吹牛。怎么能吹牛呢？如果我吹牛的话，我的名字我就倒过来写 ，OK？ 倒过来咋写啊？嗯，我想想，司徒变成吐司，干脆叫他吐司吧。哎，这个名好听，吐司叔叔。那说正经的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件事儿是关系到你们前途，必须认真对待，听见没有？好，好，既然司徒叔神通广大，佳佳，那咱俩放肆提。好，那我们就说了。我的要求呢，就是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从180分。行，停。能不能一个一个说呀？好，佳佳你先来。嗯，我先说啊。嗯，我的要求也不高，就是历史成绩一直不好，因为我讨厌我们历史老师。但是呢，我特别喜欢四中的那个吴志周老师。你要是能把他请来给我做家教，我保证好好学习，把历史成绩提升上去，怎么样？你是说那个四中的吴志周是吧？对对对，没问题啊，小意思，没问题。真的？哎呦，司徒叔叔敢打保票啊？那我也提要求了呗。说，提个小小的要求，你能让我在短短的8个月内，成绩从480分提高到580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要提高100分？是啊。哎呀，现在呢形势比较紧张，那580分是录取重点分数线，那。我要是达不到的话，我上名校可就成泡影了。不，这事儿吧，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难度。一点难度都没有，司徒叔叔神通广大呀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你可不许忽悠我们俩啊！不会的，怎么会忽悠我自己的孩子呢？那你要是能做到这些，我们也就承认你是我们爸爸。真的？真的啊？真的？真的。但是，但是。你要是做不到呢，就别怪我和佳佳辣手无情。干嘛？摧毁你和我妈的好事儿。这怎么可以呢？不行，这两个事儿。No， 这是一回事儿。好吧。就这闷头光喝不说话，
哎，对，我问你，这两天我没见着你，你这个小时工干的称不称职啊？哎呀，称不称职也只能丁杰跟孩子们说了算，反正我尽力了，但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力不从心。什么事儿你发这么大愁？这不是佳佳吗？这不是历史成绩不太好，他就非常想找一个那个家教，就是请家教的，想单独给他辅导辅导。这有什么可发愁的？那就请就是了呗。不，关键这孩子他非要请那个四中的吴志洲老师。啥？吴志洲老师？吴志洲？这大腕儿。啊，就那个万家讲堂那个吴老师啊，对，就那个，哎呀，不是，那就请呗。问题咱跟他不一点不熟悉啊，哪那么容易请呢？那些人是那大腕儿，都名家了。哎，对你跟着他熟不熟？我哪认识他呀？哎，不过我认识他们四中那个教导处主任，不知道管不管用。教导处主任应该是他上级啊，说不定可以呀、啊。你找他教导主任不行吗？我打电话说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哎，高主任啊。啊，哪位？我建新。哦，马总啊，最近挺忙的吧？瞎忙。怎么样？最近身体挺好吧？嗨，吃得下，睡得着，操我啊，那就好。别忘了，这生命在于伙食啊，可不能亏待自己啊。不会了，亏了谁也不能亏了我自己啊。马总，有事儿吗？啊，我还真有事想求你一下。我有个好朋友啊，他的孩子呢今年高考，哎，可是他这个历史成绩一直不好。所以想请你们学校那个大腕老师叫吴志洲，啊，吴志洲不是吴志洲，哎，想请他呢给补补课。哎呦，这可真对不起了，这门我真帮不上。这吴老师去电视台录节目去了，这一个学期啊都没在学校，就给这学校上了几回大课。不是，那他晚上也不回家吗？那晚上肯定得回家了。那个，你把他那个地址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啊？行吧，但是你去了也未必能。哎，好好，那自己试试呗。反正那个您说啊，我记一下。就是咱们那个莱山区圆茂花园七号。好好好好好。靠近海边那边。好啊，好好好好，谢谢。哎。行了，哎呀，试试去呗。好，行不行就看运气了。对对，好好好，太好了，好，哎呀。请问吴志洲老师是住这儿吧？啊，是啊。我是学生家长，我想跟他说点事儿。哦，吴老师他去电视台录节目，好几天都没回家了。哦，那他去录多长时间啊？一个来月吧，说不准。哦，那他晚上回来住吗？他晚上住宾馆，晚上还得赶写稿子呢。哦，他住哪个宾馆啊？哎呦，这个我可不知道，你要不去电视台问问？哦。那行，麻烦你能不能把他的手机号告诉我？哎呦，这个不太方便吧？他不许任何人打搅他。哦，理解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了哈。好，再见。哎，好。建新，
那个吴志忠老师啊，他的家我找到了，可听了家里人说呢，他最近啊是住在那个电视台安排的宾馆里啊，不回家住了。你不是电视台有熟人吗？你帮我打听打听呗，就吴老师具体住在哪个宾馆。好的好的，那我等你信啊。好，谢谢兄弟，来挂了。果然是你哦，你是李大哥对不对呀？妈，是我是我呀。妈，大哥快叫我吧。哎呀，我是男的，告诉你，真是要怎么做呢？振作一点，想办法的，放心好了啊。然后谢谢。回来了，来来妈，哎，好好，好好妈，哎，稍等一下啊，主人回来了，要喝口水，来辛苦了，这杯茶专门给你泡的。妈，那瓜子香不香啊？香，谁给的？师傅。那哎，不对，哦，我吃，我吃，哦，好好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老太太。师傅，宽子啊，说心里话，这十七年了，我第一次回到家，看见妈那么高兴，也是第一次回到家。还能有热乎的茶喝。以前我一回来，这屋里冷冰冰的，有的时候心里特不是滋味，偷偷的哭过好几次呢。哎呀，再喝点，喝点，喝点，再喝一口，我给你再兑点热的，给你凉，这更热。对了，宽子，嗯，来了很多天了，妈今天没闹你吧？没有，还好。老太太现在反正一阵阵的，偶尔的，偶尔。两个孩子呢？你觉得佳佳跟佳木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的，真的。而且你叫的真挺好的，我觉得善良，而且人厚道。这两个孩子呀，本质上确实很好。哎呀，我现在就是担心这高考，担心他们两个不好好抓紧时间学习。真的，我心里现在就一个目标，希望他们俩能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。这个我能理解，反正别太操心了，我也会尽我的微薄之力协助你。啊，啊，来。我该去做饭了，可能孩子们快回来了。看吧，我去做饭去了。哦，我带着吃，好，我带着吃，好好好。差不多了，准备菜啊。啊啊啊！你是不是把我 PSP 没收了？我没玩游戏，那里面有期末考的复习资料。我没拿，是不是佳佳拿了？他说他没动啊，你收拾屋子没看见呢？今天是叔叔收拾的屋子。哎，你说什么 ？PSP， 游戏机。哦，妈，我 U 盘呢？你给我放哪儿了？我没拿呀，你 U 盘怎么还没了？那，叔叔，是不是你给我收下？孩子们都别急啊，你们能一个一个说吗 ？PSP 游戏机。哦，那游戏机就那个黑色的吧？对。啊，在这边了。来，这不这放那儿吗？不挺好吗？你方便用起来。哎呀，你说，你以后能别瞎动我东西吗？我放哪儿就放哪儿呗。佳木，你不是找着了吗？李叔，那我 U 盘呢？我上面还有期中考试范围题呢。U 盘也在你屋，我给你找去，我应该给你放好了。来来，我给你拿。妈。你能不能跟李叔说一说，让别瞎动我们东西？我们这都找不着。行了行了，知道了啊。李
李叔不是不知道你们生活习惯吗？放心，妈去跟他说，以后啊，东西归位。好啊。就是插在这个口那儿那个 U 盘，你给我放哪儿去了？你看你把这些收拾这么整齐，挺好的。那你把那个给我放哪儿？哦，你别急，孩子，可能当时那个小 U 盘好像是不是掉地下了？我就怕你再找不着。我是对，在这儿，应该放这里边了。我印象当中，对，在这儿，你看是它吧？就是这个，不是我拜托你，以后别乱动我东西行吗？哎呀，这不是找着了吗？你看你这孩子。叔叔刚来咱们家，什么东西都挺生疏的啊，又没丢，我都快急死了。是怪我，下次一定注意啊，下次注意，怪我。我还不吃饭呀，我饿了。吃饭，好。吃饭。看见没？你现在知道他烦人了吧？嗯。哎呀，赶紧吃饭。有点礼貌。知道了。妈，哎呦，慢点吃。哎呀，妈，你看美女，慢点吃。妈，你看你用筷子啊，别着急啊。来，请，丁姐。哎，春阿姨。哎，春燕，韩姐让我把给奶奶炖的汤和炸带鱼给你送过来了。哎呦，太好了！我妈呀就爱喝韩姐做的汤，一定是我妈跟韩姐又叨咕了。哎，丁妈。每次要完，韩姐都给她做。必须吃，哎，你坐吃点吧。听话，听话，奶奶听话。天姐，你家来客人了。必须吃那么一顿。哦，对，那个我忘给你介绍了，那什么。宽子，他是我们单位的春燕儿。李宽厚是我们家请的小时工。哦，你好，你吃点饭吧，我给你盛碗饭。不了，丁姐，我家里还有事儿呢，那个我得走了，明儿店里见啊。那行，我送上你。再见。哎，慢走啊。哎，你吃那么多肚子疼，你又忘了啊。好嘞，再见。赶紧喝吧。来，妈，来，你看看，韩姐给你做的你最爱喝的鸡汤啊。真香。快，好嘞，香不香？你看，奶奶乐了。看看嘴边蹭的什么呀？来。哎，李叔，我历史老师找好了吗？还没呢，正在找。叔，你不会是蒙我吧？就算我没完全指望你，你也别逗我玩啊。怎么可能逗你玩呢？叔叔认真的，一定会有好消息的啊！真的？那我就耐心等着你啦。好，耐心等。你不会让我等到海枯石烂吧？肯定不会的。哎，我呢？我的成绩你准备怎么提高啊？你啊，叔叔更重视。放心，耐心等几天。那你可别让我等的花儿都谢了。什么意思？花儿谢了怎么了？高考之花啊！放心吧，啊，行，那我等你好消息了啊。好的。李叔，我俩可全靠你了啊。放心吧。你得加油啊！一定要完成。把火关了吧！太感谢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小毛病我找了多长时间没整明白。好，来，干嘛呀？咱俩还不过这个？哎呀，我这事儿这不换件了吗？哥，不，算了。算了。哎呀，大哥，他说不要就真不要。不行，你要老这样的话，你怎么做买卖啊？这样，下次不来了。来，快点，拿着。我跟你亲兄弟明算账，听见没有？来，够不够200？够了，行，够了，真够了，够了，那行了啊。不是，你老看着我干嘛呀？没事，我就是觉得。你觉得什么呀？我就是觉得大哥跟姐长得怎么那么像？像吗？哥，你别理他，
这是我们家一二百五。我跟你说，这二百五太好了，好多人都说了，我跟你来夫妻相，你知道吗？你俩请好吧啊，叫姐夫，有红包拿，听见没有？走了啊。哎，谢谢了啊，没事。好嘞，慢走啊。你找谁啊？哎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师傅。你是？我是学生家长。有事吗？哎，也没什么大事儿。就是我孩子吧，在这上那个马上就是高中毕业了，要高考了。哎，我过来看看，看孩子在这学的怎么样。这会儿好像他们不在操场活动，他们在教室学习呢。哎呀，你说现在孩子哈，其实高考啊挺不容易的。我们也没啥文化，也帮不上孩子，真的挺愁的慌。是啊，这哪是考学生啊，考家长呢。是的。师傅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下，就是他们这个就是高中毕业班里边有没有学习成绩特别好的？有啊，600分啊。600分是什么意思啊？600分啊，就是6门功课，门门都是100分。啊，还有这么厉害的学生啊？那当然了，人家这孩子天生就是清华北大的材料，据说啊，很多名校都来人看过，学校保送呢。哎呀，这学生太厉害了！你说遇到这么天才的学生，那他爸他妈不得高兴死了呀？那是。哎，师傅，你知道这个学生他叫什么名字吗？这孩子在我们学校太有名了，在我们学校那大名鼎鼎，叫武依依。还是个女生，哦，武依依还是个女生，嗯，哎呦，太好太好了，师傅，你知道她家住哪儿吧？这会儿算你问着了啊，这孩子给我住街坊，麻花胡同14号甲。哦，太好了，这住在麻花胡同14号甲。哎，师傅，你能给我张纸吗？谢谢。啊，可以啊。谢谢师傅啊！你打听这么详细干什么？哦，我不想向人家请教请教吗？学习方法，蓄意向人学习，对我们孩子有帮助吗？谢谢啊！啊，不谢不谢，在缘分哈，谢谢。好，好，好，那走了，好，谢谢啊！哎，门，门，好，没事没事，好，再见。大姐你好，我打听一下，就是麻花胡同14号甲是哪儿啊？就那街的。哦，好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请问这是那个武依依家吧？是啊。那你是？我是他妈。哦，你好你好，那个请问武依依在吗？她上学去了。哦，那啥有个事儿想麻烦一下，我呀也是孩子家长，我想请你们家武依依能不能辅导一下我们孩子？这事儿啊，依依做不了主，你得找他爸。那他爸现在在哪里？能好见着吗？他爸呀，哎。胡同口修鞋的那个就是。哦，好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没事。
哎，需要帮忙吗？我来。不用不用，你去吧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没事。谢谢师傅了啊，没办法。师傅，哎，你好。我这样的，我这个鞋啊，也穿没多长时间，还挺新的，那后跟不得劲儿，这后跟吧就老太紧了，不是怎么回事，就老这个脚有点硌得慌，就太瘦这个地方。我瞅瞅啊，你给我看看。嗯啊啊。哎呀，嗯，行，我给你整一下就行。好的好的，没问题。哎呀，这鞋呀。没小事儿，小毛病。这么一整，你就穿着舒服了。哎，这个大概那个多少钱啊？一只一块，两只两块，行吧？两块啊？嫌贵啊？嫌贵你拿走。我是说两块太便宜了，起码得五块。五块用不了，咱这都小活儿。嗯，就一只一块，两块钱就行。啊，哎，师傅，哎，我为什么要说五块呢？因为咱俩有缘分啊，咱俩素不相识，哪来的缘分呀？啊？怎么不是缘分？咱俩都是孩子家长，我们家孩子跟你们家闺女在一个学校，都是高中，哦，都是马上高考了，是啊，毕业班。开家长会，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？啊，都是这个孩子妈去，我太忙，我没去。我说呢，这就不怪我说你，这孩子你要管，啊，一定要从严管，玉不琢他不成器呀。是是是，是吧？啊，你这闺女特别成功哈，都是600分，特别有名是吧？看这看来平时你这个当爸爸是经常管是吧？这可不是吹牛啊，那孩子啊特别的好。那个哎。老哥，我想那个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啥事儿啊？能不能，其实我那孩子吧，学习成绩确实一般了点，能不能让你闺女帮帮我孩子，组织个学习队的啥的，帮帮他？那可不行，孩子没功夫，放了学，他得帮着他妈收废品。收废品？那是，这孩子挺爱劳动的，不劳动哪得食啊？哦，是是，有道理。来。那他不会耽误学习吗？这样，我那没家那孩子从来不耽误学习啊。一个真正爱劳动的孩子才更会学习。不瞒你说，我就反感某些家长，把孩子弄得跟书呆子似的，整天埋在书堆里，脑子跟酱子一样，他怎么能学进去啊？是吧？是是是。嗯，行了啊，哎，我试试。那这么说，按照你这个说法，看来一点余地没有了吗？没得商量啊，没得商量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好，走着。但我很佩服你老哥。哎，甭客气，甭客气。我给你拿钱，五块钱，不找了。那可不成，那不成。那拿，那也是实在买卖。别慌，我再找给你。哎，不是，你得拿着，咱做买卖要讲诚信，该多少是多少，拿着。哎，正好，好，行，以后多关照我生意。哎，肯定的。哎呀，了不起，真了不起。客气，我今天从你身上学到很多东西，真的真的。你让我特感动，过奖了，一会儿多关照我。好的，好的，你也多保重啊。你慢走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好，再见。慢走，好好好的，行，哎，好好。哎呀，好人呐。多么好的孩子呀，了不起的一家人。
老太太。老太太，你要那胡萝卜炒肉丝啊，我都给你买了啊。老太太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胀啊，肚子疼啊。哦，你等一下，别着急。哎，我不许进来。你把门开开。我不给你开，不许进来。不是我，我帮我帮着你啊。哎呀，你不许进来呀！哎呀，我肚子疼啊。不是，你给我开个门嘛，没关系的。我不给你开，不许进，不许进。哎呀。你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你慢一点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呀，哎呀！哎哎，姐，咱们现在生意比以前好多了，可我感觉最近你怎么比以前还忙到了呢？是吗？我怎么没觉得呀？哎，昨天晚上那汤。你家里那么多人，够喝了。韩姐，这平时最心直口快的人就是你，今天怎么了？怎么绕起弯来了？谁绕弯了？春燕跟你说什么了？春燕跟我说了，说你们家有个男保姆。我怎么不知道？这个从感情上讲啊，咱们店里咱俩最近，我是应该先告诉你一声，可是这不是没来得及吗？不是什么男保姆，是男小时工。真找了个男的呀？真的。司徒不多心啊？他多心什么呀？他见过，而且是他同意的。啊，这样啊。要我说呀，你跟那司徒啊，赶紧把婚结了吧，省得夜长梦多。干嘛那么急呀？还干嘛那么急？司徒可是抢手的钻石王老五啊，惦记他的可不止你一个人啊。哎呀，你当心那个。喂，姐姐。喂。老太太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，可能出状况了，也不让我进。啊，我马上回来。啊，你先别着急啊，等我，我马上就到家啊。哎，我说的话你想一想，别不当真。老太太，别着急啊，丁姐马上就回来了啊，丁姐马上就回来了，哎、你注意安全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。肚子疼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是，他可能在肚子疼拉了，不是怎么就不让我进去？哎呦，不怎么什么情况？妈，妈，我回来了。丁姐。啊，快开门！妈，开门。聚和散，并不是人。
想要幸福的日子，可谁不是宿命的棋子？聚和散并不是人生的停止，为了你我不